禁止废话。选择题，一吨美元、一吨人民币和一吨黄金，你选哪一个？一吨美元。新闻联播都是直播的吗？以前都是录播，1996年1月1日改为直播了。你知道古代的天牢和地牢有什么区别吗？押入天牢一般是指皇亲国戚这一类大人物，打入地牢指的是关押平民百姓。你知道世界上最难写的字是什么吗？这个字念黄，一共有172画，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都打不出来。除此之外，你还知道多少个生僻字吗？黑匣子为什么不是黑色的？鲜艳的橙红色更容易被搜救队找到。你知道世界上面值最小的纸币是多少吗？是印度发行的零元纸币。印度为什么要发行零元纸币？这张零元纸币正面和50元卢比十分相似，但反面却写着，我承诺不接受，也不给予贿赂，这是用来抗议腐败、宣传廉洁的纸币。扑克牌要洗几次才能洗开？1992年美国数学家计算得出，戈韦氏洗牌法，洗5次才能让牌呈现随机性，洗7次才能让牌彻底洗开。